那么阿任就交给你了。放心好了，妈咪，我肯定会好好对待他的。毕竟阿任可是难得的五星风系城男角色，之前都是小男孩。给我放开，别贴我这么近。那你们慢慢玩，我先回去了。好的，妈咪，你先回去休息，等你进卡池了，我也一定会把你抽出来的。你这家伙就这么喜欢星河猎手吗？这都第几个了？哎呀，这不就才两个吗？卡夫卡妈咪我还没抽了。一支队伍就四个人，你难不成还想组一支星河猎手队？对哦，你这么一说感觉的确可以。可以你个头呀。三月七发生什么事了？邓恒呀，你来的正好，快把开拓者旁边这个星河猎手干掉。星河猎手谁啊？此番美景我虽求而不得，却能先送你上路。绝了，我就不该过来，怎么又遇到这个男人了？大鹏，你快反击啊，把他打倒，开拓者就没办法缠着他了。这家伙看着是能打倒的样子吗？真是的，还得本姑娘亲自来。你怎么不跑了？不挺能追人的吗？我去，你怎么还没死？没想到除了丹恒居然还有人能伤我，真是让我兴奋呀。你想干嘛？离我远点。此番美景我虽求而不得，却能先送你上路。救命啊，快来救救我。丹恒，我们真的不用去帮帮他吗？不用，虽然说他不会死，但是总会累。今日的胜负，三月七的败北。